近日阿 sa 蔡卓妍突然被爆和拍拖六年的麻雀馆太子爷石恒聪分手，原本他们屡传婚讯以为好事近，谁知最后竟然落得分手收场，实在令人唏嘘。事后阿 sa 亦都亲自回应承认属实，但他就强调双方是和平分手，不存在第三者。至于分手的原因，他不愿意透露半句，不过很快就有传媒爆出说他们分手是因为石恒聪还好贪玩未定性，又传他最近和圈中一位 C 小姐玩得过从甚密，之后网上又突然疯传 C 小姐的身份竟然是去年的港姐季军梁超儿。话都冇咁快，超儿嘅社交网随即被大量阿 sa 嘅粉丝涌入留言，佢哋洗版闹爆，小心有报应。又质问佢点解要抢阿 sa 嘅男朋友，不过亦都有人为佢抱不平，开腔反击，话大家冇证冇据就冤枉人，都未证实就当系事实。系咯，传闻啫，大家冷静啲先。